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欧记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 KB 传教士。哎、欸，进来，满满的回忆。其实这个。我好有印象哎，我当初爬车来的时阵嘛，开过这嘞，这个开去花莲嘞，那时候很轻很赞，还有定速，那花莲的路开起来多爽啊！对，没有说它坏掉，然后去没有没有休息哦，没有啦。那时候我们就是两队，跟我同事啊，一人带一个骑达去花莲的。对啦，不是坏了，是汽车旅馆回来就好了，不是啦。啊，小师拍完片，他就拿个钥匙说：“哎、欸，门爱归收起来吧。”啊，给我泰山吹的水，我讲那几天奥特曼。他说钥匙哈可以发动，来。车门你可以锁，他没有忘记嘛？车门可以锁，我刚有试了，你锁开，马上锁开都可以啊。可是它差点卡针，卡针柜也可以。啊，插不进去哦。对啊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没有润滑。我专门在推你屁股的。哇，这个你也会？我会啊。那你应该去开锁的啊，怎么会在这里卖车？你不晓得吗？三岁定江山，终身。哦，对啊，怎么解决？哎、欸，对，钥匙是这样齿痕嘛？对。钥匙的排列大概就是，比如说它最深的是假设四，这边就可能是二，这是三，这边就类似这样一，它就像一二三四这样组列的。没办法，钥匙为什么不一样？原因就是它做的不一样，有没有？像这个有没有？这个就比较平均，最深可能就是假设四，这边可能是三三三，两个是三，它这样组合的。有看过那种很厉害的影片啊？他拿一个钥匙这样抠，这样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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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这样，拿一把那种专用的剪刀，这样铲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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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铲开的。哎，我们现在不是改钥匙，钥匙这次是可以开，这次不能开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公的问题嘛，是母的问题嘛？末尾的是尽量就是我们俗称的啊母头啊，我们拔下来看，改一下。好了，有时候讲太多你也是听不懂，所以你要开始拆。对啊，哎我看了一圈没看到螺丝。有里面有两颗，有时候你说啊，你怎么拆？我很简单啊，看到螺丝，看到里外就是拆了对吧？拆不掉，你不去都锁上了呀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吧？这看敢那都掉嘞哈，这维修孔了。哎、欸，靠呀，免拆啊！我看到啊，这是锁头啊。对啊，不用拆了，不用拆了，维修孔砍掉，你等我，我要拆。哎，有啊，有啊，蛮贴心的啊，维修孔。好，阿再把这个横杆拆起来。哇，其实冬天拆这个比较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比较脆。对。哦，起来，拆进起来。可是我这个，你有看不爱放叔叔，拍爆拍爆的方法。卡无。哇塞，我光锁错了，再把它锁回去了。刚才讲而已啊，嗯，看到螺丝就拆了，对，还是拆错了，所以包含那个它的灯都在边换，这一颗拍照灯呢？哎呦，真的耶，对啊，好了，拆下来，好，我们现在就是这要怎么调？把它分解啊，我先大概跟你们解释一下哈，第一要先把这个七星环拿掉，嗯，拿掉之后这个白的就可以退出来，这个弹簧要拿出来，嗯，啊，为什么这个拿掉？因为好，这边拿掉之后，这一个白色这个外壳，嗯，要撬开嘛，拿出来，这个芯就可以拉出来，嗯，它是这样放进去的，嗯。解释完毕，好，现在去操作了。好，走。这种是C型的，我还遇过那种孙悟空的，两个这样夹。孙悟空是什么？这个啊，帽子像孙悟空的、啊。对啊，金箍咒。金箍。这个是弹簧，弹簧就是我们在转的时候它会咚，对吧？弹回来的、对，就这样。好，后面拆完了。这边拿不出来，我刚刚讲嘛，把这个金这里拔起来，嗯，这边金拔起来，这里有卡不拔起出来，你看开了、啊，喏，看到吗？已经慢慢准开了，不要不，弄起来了。啊，这里还有一个这个，这个就是防止东西倒进去的这个，哇，这也是有弹簧的、啊，不用了，它起来了嘞，哇，就这样而已啊。起来了嘞，这个都拆起来了，这看起来是家常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家常豆腐的家常。家常，我拍一下。
以前是有拍这个了，拍家常干嘛？我怎么你看到这个很稀奇啊？我拍家常，我去面摊拍就好了。啊，所以等一下就是调这个。对啊，先再拆啊，在这里要再把它打开。这个有妙哎。对啊。这个就是要慢慢来而已啊。哇，喝起来了，盖子，啊，这边有个弹簧，哇，就靠这个。可是我怎么觉得钥匙它不太一样？啊，里面有东西吗？看起来是没有啊。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对吧？钥匙穿过来，它就穿在里面。对。就看那个这个是哪个位置这样。嗯。对啊。啊，这边通常都有编号，我找一下。哎，没写嘞。啊，有了，这边三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有三。我现在插都插不进去了，为什么？哎，你怎么知道三是在哪？没有，我随便拔一个而已啊。没有，不是三就是拔第三个了。那他这里有对应的编号吗？没有，很记得。我在排啦，我有在排列准的，就一二三嘛。哎、欸，我在猜，等一下拔起来，搞不好还放不回去哎。可是它洞歪掉啊。等一下哦，这个是第一个，试一下，这样进得去吗？那你看的差没落呀嘞？它钥匙是同一只吗？感觉不是同一只的，你看它插都插不进去啊！我忘记讲，这边有一个小弹簧，有看到吗？在上面有看到吗？嗯。其实这个是要在这个钥匙这个洞里面，它里面要有弹簧，它才有弹性。嗯。压下去它会这样短短短短的弹性的。对。可是现在你看，连里面都没有了，它插不进去。为什么？不可能有两只才对啊！我刚刚是这样对啊。钥匙的形状跟孔的形状出来应该是一样吧？哎，对啊，照你讲应该会吐个大地个丢啊！我拿个油看一下。你要不要叫一个？我叫一个来看看。好，好了，帮我叫一个来。叫一个也有好处，这个你看，因为它我刚刚说有编号嘛，一号，一，所以是三嘛，是一嘛，三一。这是编号六，所以这是一五五，啊，这是六一五。钥匙现在你看哦，好的，这边左边嘛，右边这开口是右边，对，有些钥匙是在开口是左边，嗯，啊，有些钥匙中间有这一根，没有这根，其实跟什么喇叭锁啊，很多锁，其实车的钥匙也分很多种，所以等一下我们来的钥匙一定要同这一面，翻面就不行了，那差别多，那我们多过一些的经验。我有遇过之前我们家的第一台车啊，它是这样哦、喔，它有一把就是很奇怪，后车厢打不开，插下去，我记得是前面这边少了一个东西，插下去，但是最后一段打不开，走不过去。还有就是说，你想干嘛？你把椅子锁住，把那个后车厢那个搬掉，有没有？后车厢它打不开。假设我今天车借给泰山，我怕他穿我的鞋子，就把它锁起来，他穿不到我的鞋子，我感觉也穿不下啊。好，没有类似这样，哦、用我几率可以的吧？可以，不然等下说我什么东西，人家都不行。可是这五门的，我觉得不会啊。你锁住没有用啊，我从你是这样就打开就看到了、啊，对吧、啊？因为五门的是开放空间啊。欸、先讲一下，不然等下网友跳出来说没有，我们可以拿得到。好了，我们等拆掉，等那个来。像以前我。比较常用，这个都要捡起来，这个要放起来，你知道为什么？这有钱人不一定买得到啊！这每拆一组就把它拆开放好，因为它每个高度不一样，到时候就是把它调一二三四啊，反正就是弄好之后放进去，好组起来你就成功了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冬季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デバカク，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啊，不然我们就装这个就好了。这是原本的钥匙。啊，这是新的锁头，嗯，这是旧的锁头，旧的是这颗，旧的锁头，旧的钥匙插不进去，
好啊，这旧钥匙这新手头，人家可以插得进去。我刚刚就讲了嘛，如果钥匙不对，你看转不动，它也可能有几个类似的，所以它转一点点，对吧？这两个人还蛮像的，这个头不太一样，有没有？看到了哈。嗯。这样过来，这一个差不多类似，这里就有插了。嗯。所以它是差一点点，所以人家这样插下去，它孔位准的话就可以转了。啊，这个转的话它单向，因为它后车厢只有开锁，它不用锁。一般车门是这样，左右都可以转。啊，直接换这个就好了。不要，这就变成两把钥匙啊！我们现在不是要装置，一般通常就是这样了，跟客人就装上去新钥匙。哎，不对啊，你看人家可以啊，所以是那个钥匙的问题，还是他打过了，打太大，有可能。你看人家，你看这么松，这个插就超 K 的卡住，对吧？好了，不管了啦，那我再把衣服脱起来了。所以这个也一样要拆，对。应该给泰山拆，泰山看过了就会了。欸，你再拆第二次就记得了嘛。第一个我再拆这个，我就注意这一个，这个这个是朝这样，它不能朝这样就错了，有没有？你要知道方向要对，不然等一下锁那个方向就不对了。这弹簧刚刚可能就没看到啊，那我再解释一下，这个就是这样，哇，有没有？你看转，它又弹回来，有没有？它靠这弹簧弹，哇，这个就是这样。不会抓到我，很好，可以了。OK 了，那构造又一模一样的，收起来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候，这个我等一下再拆，我现在就去。好看。很密合度很好了，你看，差一格而已。有看到？什么？最后一格啊！你手不要动哦。你看，凸出来嘛。一二三四出来嘛，另外一面是三个，好，现在我们要插下去，你看平了，平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太 Q， 平了才能转吗？对，这个，好，来，最简单来讲，我们先把这只拿起来，好，还是不行的，应该有哪里比较高，有没有？快可以转了，看一下哪一个比較高，下面啊，这里比较凸一点点，这两个比较凸一点点，啊，看一下哈，刚拿错的是几号？裤衩都没写嘞，没有啊，没有写对不对？对啊，没有写，我们就靠经验下去看。还是他拿立可白点，都立可白了，他不是调位置就好了，调位置了。哎，有没有？因为我刚刚把它，你看啊，它一样会弹出来嘛，你看，你看到，插下去，丢了变扁啊，再来看一下哪一个比较高。OK 啊，这个比这两个比较多，这一个，这一个。啊，我刚刚是怎么判断的吗？怎么判断？这个肉啊，多跟少，对啊，没有，两个交换一下。有时候因为他没有编号，所以我不知道啊。我们再判断一下，这个是一个。好像还是有点凸哎。这样是 OK 的吗？可以转的，你看，有没有？啊，现在新的钥匙应该是不能转的，正常来讲是转不过去的。哎，对的。因为我们的这个比较稀有，如果真的你在做钥匙的话，它可能一你有很多，二三四五六，假设有六种，你也很多，你可以换到很精密。其实我们会比较吃亏一点，就因为我们的配数有限。可是有些人会比较技术。够的话就是这里它凸丢掉卖倒，卖倒都没问题啊。可是卖倒来逛得起更好破解，那就插下去只有一片对就转过去了。好了，哎，你转一下，这样松的，哇，哦，可以耶，很顺的，很顺的啊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冬季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塞巴嘎哥，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好了，对了准。倒了去，有夹吗？你看这，没有，哪里歪？它就是这样而已啊。啊，这真的是这样，它不是直的哦。它就是下去锁紧的这样而已啊。啊，这是铁嘛装上去，啊，就完成了。好，来，啊，这是要转什么？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不是锁这个的啦，别气哦。那这是锁什么？这是锁窗户的，锁窗户的啦。
这个是这样，因为这个锁不起来，因为这个是靠这个锁的。嗯，好嘞。那这里怎么开？玻璃开了就开了，所以玻璃没开，对，它就不能开。对，正常来讲这样是打不开，哎，你懒得去开门，你就把这个玻璃开，我们就可以开货车厢。哦，你试一下，有多顺就有多顺。哦，哇，好，同一只钥匙哦，我们没造假。开，开。我去拿那个刚的新锁头的钥匙。嗯嗯嗯。怎么样？对啊。现在转不过去，门不能开。嗯。好。哇。这里啊。要被插坏了。现在很顺了吧？哎。很顺啊，好顺啊，松的。啊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我会用一些小东西给大家看。这个教大家应该没有用，应该不太会。用到，现在都连钥匙都没有了。现在都是按一颗钮嘛。成功。要不要修啊？哎呀，修修的啊。我刚忘记问了。嘿，这颗锁到多少钱？你说刚刚那个？对啊。那个我不是叫原厂的，副厂的大概八九百块吧，就这样而已。啊，外面弄呢？外面弄哦，就八九百块啊，直接就这样。哎，给你一个钥匙。刚就对，因为改这个东西，说实在的啦，他你管无偌济钱，啊你刚刚哎那才贵。看起来瘦两三千。